美西杜宾犬容易训练吗？美西杜宾犬容易训练，由于美西杜宾犬主要是以观赏和陪伴为目的，所以大多是针对生活习惯方面的训练。美西杜宾犬相较于德系来说，对主人的服从性和依赖度更强，但也需要从小就开始训练才能学习得更好。比如一至两个月龄就可以通过纸巾蘸取尿液引导它自行前往定点厕所，等到了三个月龄时就可以开展一些简单的口令训练，成功时可给予临时奖励。